看我回我回放都没看，我直接删了。我恨你，其实也还好吧，原谅你。已经回放，他已经删回放了，我已经删了回放了。猪猪说了有一个互换是一一，哇，你们两个好尴尬，有点多不起。双马尾，我现在就扎。我那个回放没来得及看，他们就是我怕有人去截图，我就赶紧删了。我回放没来得及看。对呀、啊，万一有人截图，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的，我不知道漏成什么样子了，我不知道。就是我在找皮圈，我一回头的时候，这个手机已经倒过来了。太过分了，刘真，你对得起谁？对不起，我谁也对不起。已经截了，好过分！这双马尾我不会扎哎。你去问问呆呆那边的粉丝，不准你们打咪哟。我想编个那个辫子。谢谢闪光礼物王送的礼物，那个回放我立马就删了，他都没有生成回放，真删回放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删了删了的。前面留四根，然后扎高，说是很好看。扎高扎成什么高的呀？白子说话，白子在上边。回放我已经删了，回放我没来得及看，我不知道我们三个露成什么样子。最好是，还好我盖了被子。看我还盖了个被子。我一就是我在低头找皮球，我一回头的时候手机已经就是。我还穿着我蜡笔小新睡衣呢，搞得人家都太不好意思了。好尴尬哦，就那个手机已经。没事，金凤姐你不用尴尬，尴尬的是我。不，这个感觉这个不是很好看，好像村姑哎，不行，不是很会扎。为什么不留五指？我不会留。他说他尴尬，其实尴尬的是那个躺在床上看着蜡笔小新。太勤快了，又来一次三连播。因为刚才那个播有点小尴尬，我把回放删了，我把回放删了。真的有点害羞。双马尾，等我多半移哦。啊，别，我会，我怕我会被罚。罚抄成员守则，求求了大家的必要，求求大家，有没有想过以后换什么发型？回来了，嗨。有 cut 老师吗、嗯、？cut cut 老师是什么 ？cut 什么意思 ？cut 就是把那个直播截下来。你敢 cut？ 谁敢 cut？ 这个喵皇怎么这么过分呢、啊？喵皇没有求到，太好了。不要哦，不要。二十场以后，我想换个那个，不知道还没有想好。太勤快了，又来一次。没事，已经有人去告诉了，剪辑啊，插出去。啊哦哦哦，跟玉叶说一声，让玉叶也删一下。我现在点他，谢谢语音酱，果然还是你。哎，张玉叶要是不删的话，这都去了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宝贝，需要你赶紧下直播删一下回放，我已经删了。等我下了再删吧。我现在没下播、啊、他们也看不到。啊早。为什么没有人和我说早知道我就不下播了，好了拜拜没事了。没关系。对啊。没事我重新播吧，没事。那记得要删回放哦。嗯拜拜。其实我很想看看我们三个是什么样子。你还好你化了妆。你等会回来我给你看看我的删。发型。好。我发型不正常。刚刚就说。好过分啊，都没有人叫我一下，我们三个刚刚真的好搞笑。要不我给你描述一下。其实没描述一下吧，其实没有看到你，没有看到你，看到了爷爷。你们刚刚发生什么？就是我弯腰。星月看到了吗？马星月看到了吗？马星月好像没有吧，就看到了。绿色睡衣的是谁啊？是爷爷吗？绿色睡衣的是我，都说了，只有我受伤，只有张如意受伤的事件达成了。好酷啊！因为我刚才弯腰在拿东西，我弯着腰，我一抬头，我发现就手机已经不是这样放着，手机已经歪过来这样放着了。嗯。蓝哥，我开始还说你这个手机支架好高级，我求你，我斥巨资给你换一个手机支架好不好？这手机支架今年40块钱买的，还蛮贵的。大新买的，新买的，美团买的可贵了。告诉过我呀，我知道他们去。我在家。抄成员守则，蓝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发微博好不好？发微博我就得抄成员守则。笑死我了，好无语啊、哦，好无语，这个破支架。你没对啊？你没有搞好，你没有对啊，拼滴滴便宜，但是今天下午就原来那个支架有点突然坏了，
就是不想再等了，直接就从美团上下单了一个。结果他居然这么不牢固，就是我一走他居然就这样横着倒过来，好无语。还不如拼多多上十几块钱的牢固呢。我又想笑了，别说了。好的，你们两个就是偷。还不震惊，一抬头手机已经横过来了。还震惊，我叫那个绿色睡衣的女孩更震惊。只有张宇受伤的世界达成了。为什么？张宇有危险。还好，他不怎么能威胁到我。我觉得虽然我超过成员守则，但是里边露一脸的是，你可以看微博吗？面不错，是本人。啊，你微博发什么了？我这个手机上没有微博呀。七个季运营过，是没有发过这个。数学祥子老师编回去。说的是我吗？早知道不连了。为什么？我不会啊，我还好吧。啊，跟我有关系吗？稍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微博。稍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吧，可以可以，是等一下我下载一下微博，是在这个手机上登的微信，我忘记了，可以看吗？可以的话，对哦对，你们私信发我微博，我现在不能设自动回复了，设自动回复，我就得抄成员守则。我真的无语。你发我吧，我现在下载一下。什么？为什么开自动回复要抄啊？哦，下载不了微博，只能一会儿看了，只能一会儿看，我这个手机上没有微信，没有记录。别自动回复，对，之前我们有设自动回复，然后上次就有人被罚了，不能自动回复啊！你们发我吧，我不能自动回复，有风险。我的自动回复就是微博最初始的，感谢你的私信，然后后来我也取消了，我现在也不自动回复了，不然要抄成员手册了。对，自动回复是管的，是管的，不能自动回复。不然要罚我钱。是谁呀？谁？卢美妍。一会儿看见窗口，我到时候会删。啊！啊，蓝哥，好过分！我想多播一会儿，求你了，我怕一会儿姐姐看到。蓝哥，求求你了。等一下，美婷来了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没有微博账号。顾拉多老师，我关注我都不下载微博关注我。你崩图？我等会儿什么？我崩图？对啊，四连，我去借一个。哎，星月，你让美婷进来一下，你让美婷进来一下，我用一下她手机，我看一下微博，她去干什么去了？她关上，先关上再开啊。等一下哦，她马上进来了，我看一下她手机上的微博。真不好截呀。哎，我表情管理贼厉害的，就是大家很少能做到像我这么面瘫的，我面瘫是第一个。又来了。给我你手机用一下，宝贝，我看一下微博。给我大号哈，我大号，你小心点。哦好。哦，没东西啊。No、哦，蓝哥还没有发是吗？啊，哦、那我不看了，宝贝，我不用了。头像的英文字是什么？你为什么每天都像没有梳头？听哎呦，说我没梳头。对啊。每八颗牙齿露出来，我笑笑。说我没梳头在什么？发了。蓝，我看一下手机，蓝哥发了。你在谁超话发的？我朋友说你好看，我们山西，你们山西妹子水灵。想好，我记得是谁？我记得谁？我记得谁也是，也是山西的来着，是不是就是你？哎，你要给我等一下啊，我现在去看一下。有什么好吃的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点烤冒烤鸭吃。明天吗？嗯，好，等一下哦。冒烤鸭在炒什么？什么宝贝？黑粉是吗？等一下，有东西哗哗一声就直接飞起了。什么有东西？哇哦，等等，我挨个大家慢一点。等一下，是说中文吧？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这位外国友人更能听得懂，就是 my English。这键盘我用，搜一下。感觉我中文可能比英文让那个外国人已经发了。等一下，我稍等一下，我稍等一下，我去一个超话。还有三分钟，蓝哥出去，不让拉，把你踢出去了。所以你刚刚是没有人说我发的。妈粉儿，宝贝，我切的你小号，你切回去吧。我切我小号干嘛？好吧，我微博登不了，我一会儿登，我一会儿下来不登。不
太聪明的样子。所以那个，所以那个什么，我一会儿删。现在吃好饭。我劝你现在就删。刚才插话还好。这截的不是挺好看？那还好看。他大概蹲了我一个小时的点，截了我那么一张。转了。现在我们这个房间。有点吵是吗？有点聒噪是吗？你们吃饭吗？很温馨。不吃，我不吃。不吃啊！他说吃炒饭，我不吃。我刚才吃。还能这样啊？什么还能这样？哦，明天。被截崩图了是吗？对啊，他蹲了我一个小时，差不多他给我截了一张。哎，不也没有一个小时，连麦半个小时吧。为什么叫美颜？卢美颜。没想到，没有想到被他截到了。我们来放一首那个，我们来放一首赵美妍的歌曲吧。删了没有？到成都了，欢迎你，成都欢迎你。来首 Queen Car 吧。我看了看了，不算，他也不算很崩，他确实不算很崩，但是我怕一会儿就是被后花园，被 HHY 的挂到上边。我就是我之前有表情管理不到位，就被他们挂上去了。我这边刚下播，我那边我去刷这个帖子就刷到了。Queen Car，别别给我截那些图，别给我截那些图，删了。谢谢蓝哥，谢谢蓝哥，谢谢蓝哥。对，保护一下我，不然他们一会儿后花一会儿 HHY 就有我的图了。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提，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提。张山，这三个字可以在这里提吗？好过分，为什么要去保存？等夏天，等秋天。为什么要保存？过分。好了，到时间了，我下了。梦着最好别去看。还好哎，还好。那你下吧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觉得后花园还好哎，就是大家还夸我的还挺多的，安利我的。因为他真的好能安利我呀，就是我这边刚下播，那边他就发我的帖子。他一天，我看他是刚开的号。我看他是刚开的号，他就已经发了关于三条的帖子了，现在应该是四五条了吧，总共帖子好像十条，我就占一半，我还不开心，我还不知足。就是他一黑我，然后那边就有一个人夸我，然后那边夸我他就又黑我，特别还挺逗的。拜拜，你垃圾场，我也发过你的是吗？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一二三放你叫什么名字，你是夸我的吗？刚才夸我的还挺多，安利我的挺多的。哦，最好别提哦，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提嘛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提，所以我就不敢提。这个卡的并不好，我就想起来上次我那个私信回翻牌的时候。古拉多，古拉多你好过分哦，我不夸也不骂，好吧，那也谢谢你了。我又是第一个做头，好棒，恭喜你。十一点，没那么恶臭。是的，我看到大家都在夸我，我觉得还好。还挺喜欢看的。我好像是在你后面。我后面有个幸运。我是向他姐姐。哦，那我在马思宝一偏多。他发安利视频，我给你要点赞哦。在我后面吗？对啊。感觉还好。我记得我是11:30。谁买了 S 帕那个灯啊？什么灯？宝一偏多。马现在干嘛？我就是看的，还夸我的还挺多的。我就是我刚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个。哦，好吧，嗯，好像大家就是不会闭眼吹，嗯，大家好多都让我少看，但是我控制一下我自己吧。我咱就是说看不了一点。你说看不了一点。说什么悄悄话呢？说这么大声。新人保护期，这样子。批判性的去看，我还好，就是有时候会看一下。对啊，好奇也是很正常，但是我不是经常去看，因为还蛮忙的，最近还蛮忙的，不是经常看。啊，看什么？错过不能提了，不能提了。那个哦，刚刚听大家说哈，不能提了，少提。没事，就是看安利我的帖子，安利我的人发的东西。嗯，对，心态不好。你要吃吗？我已经不看了，心情太差。我在想我的雪梨儿什么还没到。哦，就是啊，是不是都坏了？我也想。我下线一下，主播看一眼他的雪梨儿什么时候到。你在？给我吃。你当时。我他妈什么东西都要过来。哦，那在刚才说的那个东西能看到真实的评价吗？我有在看的，我有一直在看的。但我看到大家都在夸我哎。太好了。
张雨夜怎么每次都这样啊？最近一直忙的，可能要忙到8月8号以后了。你说我们吗？快煎牛肉。我觉得还好吧，回了重庆好像就没那么忙了，但是在成都好像真的好累啊。我觉得更需要更多的鼓励促进信心，确实确实。给我，就是真的是刚，你是刚这样出道，然后就被骂的话，确实心态会崩，因为刚出道第一次接触这个行业嘛，就是好多东西都不太懂的。但是很感谢大家，就是对我们的宽容心吧。确实我没有看到很多骂我的，大家都在夸我，就很感动。又不像是连营销号也没有事哦，全是空。但是我刚注册微博那会儿哦，就是公司刚给了我微博，我好给好多人评论，大家都看不到我的评论。我也是，确实很感动，大家一直在夸我。大家好，主播去买了一个外卖，我以为我买了，结果又没买。你没买？对，然后杀了你，所以我就不请你吃雪莲了，因为我换了一家店买。好，因为我刚刚本来准备点的那家店，他那个配送费突然涨价，因为这都12点了，肯定要涨呀。越快越厉害，相反，确实。不可爱吗？确实，真的女孩嘛，刚开始她真的就是她的，其实女孩你她有时候长得不是很好看，但是她自信心起来了后，她会比原本更好看的。哦，明天是。所以一直诋毁真的会浇灭信心，不建议去看。10点半我忘了补课。就是我现在心态有点调好了，我就是她发的诋毁我的，我也没有很难受，我觉得是她在诋毁我，但是她也是会有人就是看到这个帖子会知道我这个人。有的人就会说他真的是这样吗，他就会来了解一下我，所以我是这样调整我的心态的，我就是没有很难受了，看我就是看的话也不会难受。说实话你好看，你确实好看是吗？谢谢你浅念林峰，谢谢你，我夸你真的很厉害，问谢谢你佳怡，明天见，我们明天见。我准备什么时候睡觉呢？我那个他到现在我不知道他几点钟找我，但他说了要就是我的腿都别过来，然后所以我在等待中。我都不敢乱移这个手机了，我怕他一会儿再整个双机位，我怕他再整个双机位，好可怕。然后看到公司上，对，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好崩那个公司上，我说怎么那么丑啊，我感觉都给我 P 丑了。但是后来因为公司照也没有很难受，我觉得大家好多人就是有公司照也注意到我了，就怎么会有这么丑的人，然后一看了解了。重新剧场快修好了吧，7月初反正就回去了。我看到那个谁发的，咱们发的群，是不是重新剧场？重新剧场快建好了。谢谢何处寻送的礼物，谢谢何处寻送的礼物，谢谢何处寻送的礼物。我很好，我觉得他们就好多公司照都挺像本人的，虽然说是没有本人好看，但是还像本人。那我公司照也太丑了吧，那脸那么大，眼睛那么小。我丑了修的，我知道没有你好看。谢谢何处寻的夸奖，谢谢。20天后就可以送，对，7月肯定就回重庆了，7月肯定就回重庆了。虽然说重庆那个中心没有酒店住的舒服，但是想回去。我走了。谢谢林嘉德送的礼物，再见，拜拜。为什么不跟我说拜拜？刚为什么不跟我说拜拜？我跟你说，你还不离谱，明天6.18了。已经看过其他前辈公司找到安慰了，是这样子的，是的，但没有很多看，确实，就是我大家好多人也说要买我的生写什么的，我觉得跟公司照都一样，已经6.18了，什么6.18是买东西便宜吗？不知道6.18，但是我不怎么在固定，我就是随便。那我们再听一首歌就下播吧，我没想好听什么。YYH 是什么意思啊？YYH 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打错了？YYH 只是应援会的应援会的意思。啊，我们来听一首。我好啊，应援会，我的应援会好像没有怎么联系我，我不知道应援会是应援会的头是谁。谢谢 GDM 送的礼物。是吗？我是出现在你的帖子里吗？谢谢你安利我哦，谢谢你安利我，谢谢你安利我，一二三封，我记住你了。今天的下播曲是快乐的空吗？哦，08了，我们再聊7分钟吧，我们15下播，我们15下播，明天要早起，明天要早起。下播还有吗？
你是下播去，明天见了。海螺老师明天要去现场吗？那我们明天见哦。要不我们十分下播吧，明天有课吗？明天有公演呀，明天有公演。在哪个安利平台安利效果会更好一点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也不知道，第一次入盒不太清楚。好像就是他们刚才说的那个。不是喜羊羊的，是。顾拉多老师要去安利我吗？还是要去安利别人呀？是巴拉小魔仙子。明天是谁的拉票？明天是星月和，明天是谁的拉票？星月，哦，猪猪和星月的。你全平台上发推文吧。不要紧张。不要说我的青春是够，我害怕。你有助演不用？什么？我有助演不用吗？我不是不用，是不让用了。有没有助演的意思？哦，我明天有，我明天帮马星月助演，但是那个助演很。大家不要太过于期待了，很尬，很尬。当然安利大家了，安利 CK 大家。好。他那个很尬，就不要期待了。我觉得小花仙不好玩，我 get 不到。转推马星月了，海螺回来，我生气了。会蹲个直播看看。好尴尬哦，我感觉直播应该不会那样拍我们，就他不是舞蹈，就爱看尬的。看一下，多看一下，多关注一下我公演的舞台吧，少看一些就是我助演马星月的那个很尬的那个。最后一首了，真的最后一首了。佳佳吃完，佳佳下播了吗？海螺，我回来。虽然总是让你插出去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插出去你哦，你不准出去。文化庄园主题曲怎么唱来？我讨厌你，我讨厌你们，我讨厌你们。你怎么？学我，要学我呢！我讨厌你们，妈妈，我做到了。我众所周知的 CKG 姐姐现在是梦推了。我跑他直播间去。梦推是推我吗？是推我吗？我讨厌你们。走走走。怎么啦？怎么啦？我讨厌你们。我讨厌你们，我讨厌你们。啊，刚刚那个是小花仙的吗？哦，十分了，再聊一分钟。现在不，这不知道。不行不行，退麻了退麻了，我不敢乱提，我感觉这个，我现在好害怕我这个支架，我好害怕它成了双机位的，真的是随机的，你看它总是不受控制的动，成了双机位很可怕的，对的，我谢谢你哦，顾拉多老师，你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就是你不要乱去，不要在我直播时乱去别人直播间，谢谢你，还有海螺老师。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没有《梦庄园》主题曲那个像。我们要下播了，十一。可怕的大声音。退货吧。很吓人。我手退掉。是吗，海螺老师？是吗，海螺老师？你不会去别人直播间吗？你不会去别人直播间吗？你就不会像今天晚上一样乱窜吗？这个安利发一下小红书。我忘了，也是奥远，就是奥远之光。感觉有点不太好用，是他美团买的，好像退不了哎，好像退不了，就这样凑合用吧。我觉得只要不让我乱动，他应该不会成了双机位，他可能就是那边没有拧好。最左边的那个。应该是没有拧好，没事的。我玩过4399那个大变超人。我也玩过。我还玩过那个暴揍老板。一心一母，我最喜欢萌萌。我还玩过那个阿秀。奥远之光你也玩过，我还玩过那个电影。是吗，古拉多老师？好过分，就抛媚点，然后就可以魅惑别人，然后他就会在好过分。我真的没有故意查过水表，我之前都不懂水表什么意思，就后来才知道啊，那是查水表。你长大以后能读哪所大学，然后什么去举门惯用伎俩，什么清华的，我都眼熟你 ID， 眼熟顾拉多老师的 ID 吧。你看顾拉多老师，有人拆穿你了，那个测出来有人拆穿你根本就没有考上。开玩笑。我们来听一下《梦庄园》主题曲吧。河粉都是共享的，说单腿的插出去。一个圆圆的小脑袋。必学万能的公式。红鼻子旁边呢有两条弯弯的。啊，我到下播了，乔东老师，乔东老师才来了。我到下播了，乔东老师。啊，下播了，乔东老师。你是看完直播来了吗？我看一下，现在还有谁在直播？哦，现在好多人都在直播，我还以为大家都下播了，强东老师来了呢。啊，错的我累。我今天
乔栋老师今天三连播就来了一次。对呀、啊，我刚才乔栋老师刚才错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直播，虽然说那个直播你看不到了，直播删了回放了。刚送完车回酒店。对呀、啊，乔栋老师送谁的车去了？刚闹完回来，亏麻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不到了，那个回放删了。不小心整了个双机位，你看不到了。明天过年加油，好，明天见。会后悔一辈子的，主要是那个回放我自己都没看到。我生怕就是大家会有人去截图，赶紧删了，我自己都没看到，因为我想看的那个回放，它生成截图，它要好久，它得有一两分钟。然后爷爷就催我赶紧删掉，我就删掉了。我喜欢那个瑞奇，是叫瑞奇吗？和 RK。送第二梯度的车哦，好的，好、啊、见他们公演。那乔东老师明天会看我公演吗？会送我车吗？会给我送车吗？啊，你发给我了。行，我一会儿去微博上看一看，一会儿去微博上看一看。看乔东老师说什么。这都光明正大的浪，对啊，已经很光明正大了。乔东老师是不是又出去了？他为什么不说话？是不是又出去了？我朋友的名字有点复杂。你朋友的名字叫什么？为什么有点复杂？明天公演当然去了，送车送不了，七点半。嗯，重庆的动车。哦哦，这样子，那好吧，你路上注意安全哦。那个是我朋友的微博，好的好的，没事，微博私信我都不读。对啊，明天可以见到乔栋老师，海螺老师明天送我车，是吗？海螺老师明天给我送车吗？粉丝划船不靠江，全靠浪。送车在哪？送车就是。把我们送上车吧，好像是这个意思吧，我也不是很懂。不是吗？是吗？海螺老师，你不懂啊，海螺老师。哦，十点半，明天可以见到乔栋老师了。我是郑萌星，哦，我知道你是郑萌星，我知道，好感动哦，刚入河就关注我。明天可以认识一下乔栋老师吗？我社恐，可以拍反图。明天期待一下返图，以后我就是个单推。那蓝哥你推谁呀？是推刚才你在谁直播间了？是推玉叶吗？我现在为什么看不到你们的头像了？哦，你推小云。哦不，以前你是个单推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眼睛有点。明天上午十点半我们会在对面的星巴克对。哦，那明天上午见。16了。乔栋，哦，我磕死乔栋下的海螺。VIP， 我可以看到头像，我可以点开你们头像看到，我可以看到，我看到了，蓝哥是小云的头像，太甜了，我也觉得太甜了，乔栋下的海螺，磕死。磕死，磕一下吧。桥洞下的海螺，海外是蓝哥什么海外？社恐，不要社恐，我们明天见。云酱，我看一下云酱的头像，好可爱。什么都磕只会害了你。哦，第一次听到拒绝和我说这句话哦，第一次听到拒绝和我说这句话。我文化有限，蓝哥你这打的什么呀？这是。佳怡带我看工，什么都磕才会营养均衡。是的，洋葱说的对，什么都磕营养均衡。他俩双宿双飞的去看别人。对啊，乔栋和海螺老师去看别人去呢，推拒绝了。是不是可以盖章呀？我也不知道看公演可不可以盖章呀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
进家跳皮卡的刺客不给。哦哦哦，我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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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哥，我懂了，有护照就可以。嗯，还有两分钟我们下播，还有两分钟我们下播。被框着买了次卡，次卡是什么？次卡是坐着的吗？啊，鱿鱼圈，你不是害怕我吗？你不是听到我名字害怕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呀，鱿鱼圈？他主打的就是一个男频，你不知道我还在，你说你进来就进来吧，我估计不会念你的名字。你怎么还发个弹幕呢？你怎么还发个弹幕呢？他是不是走了？他不说话，可以看好几次。我在 KTV 手滑了哦，多谢游戏圈分散了我的活力。本来想买钱，哦，是这样的，可以看好几次的那种。懂了，还有一分钟我们就下播。我本来想买钱，哎，但是我上次就是我们昨天的公演，他们都在坐区的，然后一到了什么时候，他们就都站着下来了，好像可以来前边。我坐没事啊，你坐普通座位，你到时候可以下来的。你看你们好过分啊，每次就是我要下播你们就出来说话，说不要走，坐在你这儿狂飘。游戏圈又要回去道歉了。海螺现在让你出去，快走，催我快走，不要走，好过分啊海螺。没事，战区应该是不满的，满不了。坐区都满不了的，战区怎么可能满得了？带带带我走，走啊走啊，我们下播了，我们下播了，下播了。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啊不行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谁还在直播。他们都还在直播，是站起来蹦迪的那种吗？就是把海螺老师插出去。听说你们昨天就两百关。对，昨天的不多，昨天的不多，是不多的。晚安晚安，明天见。好，明天见，我明天见。是吗？就是我下了播之后，乔东老师和顾拉东老师都要去其他直播间，海波老师也要去，你们三个都要去。连麦一下慢慢，我看一下哦。看一下慢慢，我连他了，我连他了，我第一次连哦。刚才前我下午没顾上说的是，我的钱吗？他们让我连你。Hello， 梦真，第一次连慢慢，我准备下播了，他们说连一下你。我也第一次连你，那你准备下播连我？那你想跟我说什么？你是想我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是想你了呀。见到我，想我？因为我一连麦就卡，所以我不怎么连麦。然后他们让我连你。连麦不卡呀。哎，但是我和你连好像不卡哦。对啊，说明，这说明什么？哎，奇妙的缘分。对，就让我连你，别人都不让连，就别人连好卡。对，不能连别人，真连我。对面小姐姐好漂亮，爱了。我这边说。每次都这样。你们每次都这样。不会是 CGT 的，顾拉多老师，这是我们 CKG 的，这是我们 CKG 的。什么？谁说我是鸡兔的吗？他说这不会是 CGT 的免疫吧，这是我们 CKG 的。我是 CKG 的。对面是传说中的表情包慢慢。对面小姐姐呆呆的好可爱，爱了爱了。他们说对面的小偶像语速好快。咦，吓死我，这个手机又动了。我已经习惯了读爱核心慢。对面是谁啊？对面是我们 CKG 的核心慢。对。商业互吹呢，这是没有啊，我们说的都是真情实感，怎么能算互吹呢？对面小姐姐笑起来真甜。好可爱、哦、好的，第一次听小麦阴阳怪气说话，有点社牛。我很专一的是吗？是吗？很专一，大家都很专一。对面是颜值系偶像爱了，我不是颜值系偶像吗？小麦好可爱，是的，对吗？小麦跟猪猪连麦，他那边粉丝就这样是吗？就是主打的一个就是爱气小曼，他们每次这样，我现在已经习惯了。第一天是真的有点生气，我习惯了。
他们是这样，他们是小男生爱了，他们是那样，他们是就是我跟别人连麦，他们就会说、我去对面了，我去对面了，我不回来了。他们就要去关注对面的，故意气我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，他们每次都这样。小曼，你认识一个叫顾拉多的人吗？什么？ID 叫顾拉多 ，ID 叫顾拉多，好像不是很熟。那海螺呢？海螺，嗯，好像也不是特别熟。好吧，信你俩了，信你俩了。嗯，怎么？还有一个桥洞，还有一个桥洞，桥洞里的被子。好像也不是很熟，哦，好吧，这三个就勉强信一下吧。好，等一下，佳怡我就不问。联合公演那天看到我们滑跪，我滑跪过的，我 sweat trap 滑跪了的，给阿星助演的时候，一看都没认真看。好吧，这三个佳怡，对面不是何心曼爱了，你的粉丝这么气人吗？这么查水表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明目张胆当你们面查水表。本来不来演公演的还是好吧，突然就放心了。乔东老师，原来乔东老师就是也是只是看几个人，突然就放心了。还有海螺老师，真这么喜欢背刺粉丝，还这里好心痛了，在这儿心痛了。谢谢七一次的礼物，有点心心寒无常。心痛了，涂口红。放心，我知道乔东。哦。好吧，好吧，你几点睡觉啊，曼曼？我等会儿就睡了。怎么这么红？是有点红哦。你离远一点，我看看。还好，还好，离远了还好。哦，对哦，我说了，我今天一点前不回翻牌的。睡觉了，睡觉了。刘华，好，那我就挂了，我也准备睡了，下播。拜拜，明天见。拜拜。明天见，明天早上见。好，拜拜。是人家不记得你们，我又来了，你又来了，我准备下播了，我准备下播了。咦，对面是鱼，看吧，你去了，只是人家没记住。然后，行了，下播吧，拜拜。要下播了，要下播了，拜拜拜拜。主要是我只看啊，那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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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乔东，原谅你了。佳怡，语音酱和佳怡我都喜欢，拜拜。小景老师，拜拜。海螺发的什么？16-26-2什么意思？行，蓝哥，你去浪去吧。拜拜，大家拜拜。我要查你们水表，我一会儿就去查你们水表。我看你们在谁直播间。晚安，拜拜，下播了。